圣诞的礼物。谢谢法兰森的啾啾你哦。今天还没开始讲话，还没。谢文森的戳戳你。谢谢十一送的戳戳你。谢谢吉米桌的人气票。晚安。今天的妆很完整，很完整。项链没有解答。下眼线有点闪。下没有再画下眼线了，那个部分就是眼睫毛。谢谢吉米周的啾啾礼物 ，Hello， 粘在脖子胸口，可能它就会自己卷起来。我的脖子会出汗吗？应该会吧，会吧。谢谢十一送的戳戳你。今天换客厅冷气，没有就房间的，然后吹电风扇。去刘海其实没有修耶。这只是把它变薄而已吧，它现在真的有变薄一点，没有很薄，也没有很厚的感觉。分成全刘海，会
会比较薄啊，因为就两边都弄到旁边去，就一直往旁边拨，它就会越来越薄。这样其实也可以很薄，就看想不想要它薄薄的。今天比较乖，今天我没有烫，今天就梳一梳就长这样。很常用单边刘海，也没有很长，就是看心情，单边反而比较少吧，因为很麻烦，单边很麻烦，要分线，然后分不好就会很阿杂，所以齐刘海很方便，就这样梳一梳就会是齐的，不要会崩掉，是不会啊。今天头发看起来很亮，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长不一样，这样就一样了。看起来很热，在室内还好，出去就很热。看天气，洗完脸会自动分数？会，就大概整理一下，就会。一束一束，但它都是翘的。比较红，应该是腮红。腮红比较就代驾，应该是没有哦。但听说好像到七月有活动还是什么。那男生不需要吧？男生不需要做脚的，你可以去做那个眉毛，秀眉是不是？男生不需要眼睫毛，我没有很想看。
旁子睫毛倒插，应该可以吧？他就是把它烫起来。我的眼皮不会压住那个睫毛的根部，所以夹了就会起来。你怎么会这样的话？应该就是要脚把它烫上来。撑三个月，我是不觉得我可以撑三个月，因为一直化妆，一直卸，感觉没办法撑很久。睫毛会掉啊，有的人睫毛就是一直掉，然后就没有了。轻描的回去吗？嗯，看需不需要。不用睫毛膏是什么感觉？就是翘，但是不会浓，所以要浓的话就还是要刷，不然它就是很细的睫毛。这个多久了？我没有算欸，感觉应该一个小时还两个小时，忘记。用假睫毛，有蛮多人用假睫毛的、啊，只是我觉得很麻烦，我懒得学，我懒得学，然后也不想买那个假睫毛跟什么胶，不想试，不想学，就没有试过。这两个我没有想要演了。对演技完全没有兴趣。假睫毛看起来超复杂，尤其是那种一根一根粘的，那个看起来超麻烦，看起来超麻烦，就是很难的。比较不会失败，不一定哦。我觉得不会粘的人就是会粘的很丑。粘不好就会很奇怪啊，真的没有什么比较简单。我的睫毛是去烫的，我没有接过眼睫毛。对，有那种一片，然后直接这样，然后一片粘上去，跟那种一根一根，比如说你这边少一根，你就粘一根在这里。或是你就粘三根这样，那这里三根会比较长这样子。还有那种会粘下睫毛，看起来很难。粘不好真的很奇怪，就是粘不好很奇怪、啊。而且如果其实睫毛本来就很多的人，就是还是要夹上去，不然的话你就会有一撮在下面，然后一撮。几根在上面，一根一根会贴到怀疑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会一根一根粘假睫毛的人很有耐心，有耐心。我已经就是夹那眼睫毛，然后这样刷刷很久，我已经觉得我很有耐心，但是还要在那边粘眼睫毛，我就觉得很累。看到朋友去接超心动，睫毛吗？接睫毛，种睫毛。但我想说还好，就怕太浓会看起来很奇怪。他的强迫症，对啊，
化妆多久就算是久？一个小时起跳就算久吧。嗯，花一时间一根一根点的，为什么不直接去烫？可能他不想照顾，不想照顾他，不想照顾那个烫完的睫毛，或是他想要素颜的时候就是自然的样子。嗯，安安，我要多久？我觉得看欸，快的时候十分钟，再多一点三十分钟，然后真的是就不知道在摸什么的时候会一个小时。不知道在摸什么时候的，通常都是太早起床或是太闲没事做的时候，就会在那边东弄一点西弄一点，然后就在那边慢慢弄，然后弄，然后就会不小心超过一个小时。十分钟感觉真的好，十分钟就可能洗完脸，然后上完化妆水，然后把底妆上的眉毛画一下，眼影大概涂一涂，然后眼睫毛就不弄，然后就擦个口红就结束了。嗯，眼睫毛不弄的话就可以省蛮多时间，不用很精致的话就随便画一画。干脆不理真了，天生丽质的优势。我其实觉得，嗯，有的人都用那种气垫粉笔，就这样一盒，然后打开，然后直接这样打在脸上来，那个看起来超快。我以前有用过，只是后来我就觉得，我会找不到换那个的时机，然后我就怕我会用太久，然后就会其实它细菌很多，后来就没有再用气垫粉，但其实看起来真的是很方便，就是很快，然后补妆也很快。嗯，跟不上话题。听说妆比较贴，蛮贴的，就是直接打在脸上。只是就是补妆的时候，比如说你今天已经画完，然后出去的时候可能已经出油或是哪里，然后再补直接压的话，那个粉饼就会觉得很脏。嗯，但是又懒得洗，所以我觉得我也是蛮不适合用气垫粉饼。嗯，但真的是觉得蛮方便的，不适合用这个，可以用是可以用，但我想说，我现在也蛮习惯用粉底液，就是将就用，而且买这么多那种擦底妆的，又用不完，就很浪费，所以就固定用一样的，然后用完再考虑要不要换的。就有了的话，我就叫我自己不要再去买其他的，因为就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放在那里没在用。可以洗还懒得洗，真的懒得洗啊！因为有时候我都觉得洗完那个，比如说刷具或是海绵。洗完就会觉得它的感觉跟刚开始用的那个不一样，就是洗完之后就会觉得它用起来怪怪的。画眼影会用刷具，我会用刷具，但我们也没在洗刷子。我姑且就是可能拿卫生纸这样刷。嗯，臭两杯会耶，就是。我是觉得，就不习惯吧，或是就它就很难干啊，懒得洗刷子就直接用手涂眼，
我以前也会用手涂眼影，但我发现就是很难晕开，之后就放弃了。毛巾洗久没那么软呀，对，有时候浴巾洗一洗，然后它就会硬硬的，然后就在想说是为什么，就是是我没洗干净还是怎么样，那个浴巾就没有那种刚当初那样很，就是擦的时候很舒服。放到除湿机出风口，我没有除湿机，好像有，但是我不想拿出来。加一点柔软巾，我没有柔软巾，会好一点点。柔软巾这种东西是倒在哪里啊？我是不知道，因为我都只倒香香豆跟那种胶囊。谢谢艾迪的牡丹花海。毛巾也是洗一洗要定期换的，可是我就真没什么再换，除非它就真的很脏。我不会加柔软巾，倒同一格，直接倒进去好像也没差。放在空中甩，毛的纤维就会恢复。晾干之前，你说洗完之后晒了一阵子，然后再灰吗？还是洗完之后马上灰再拿去晾？晾之前甩一甩就不会，真的湿湿的要拿去空中大旋转。拿去空中大旋转，这样很疲劳。谢谢法兰森的告白气球。我最近就是很想要买鞋垫，我完全不记得我那个鞋垫在哪里买的，但我就很想要多买几个那个鞋垫，然后我就不记得我在哪里买。我在虾皮找了我的购物记录，就是找不到，所以应该不是在虾皮买的，但是我不记得我在哪里，我记得我是在那个什么信义买的，就找不到，怎么突然想买？因为我觉得很舒服啊，因为真的很舒服。我去拿给你们看，真的很舒服哎、欸。只是可能有点热。这边会凸起来，这边软软的，但它有点偏微绒，可能会很热。但就是放在靴子的话，那个底很硬的时候就很舒服。就是这个地方很舒服，因为我很长。这里很痛，中间很痛，所以这中间有凸起来，就很棒。然后我就想说要再多买几个，但我就找不到。四十什么？我应该没有剪过，应该就是买来的这样子。我现在只有两个，然后我就是看我要穿什么鞋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然后换。但就是一直换的话很麻烦，一双在球鞋里面，一双在靴子里面。球
球鞋是放这个。一直挪来挪去，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因为真的有的话会很舒服。换鞋子装吗？嗯，没有，我就觉得有的话就可以穿更久的鞋子。我去日本的时候也是带那个鞋垫去，然后我就带了一双球鞋跟一双靴子，然后反正我就看我要穿哪一双出去，我就把那个鞋垫放到哪一个鞋子，就可以穿，就可以脚不会这么痛，这么快这么痛这样子。公演的时候会换到公演鞋上吗？我有想过啊，但就真的我只有两个，我就不是很想要带出门，我就不是很想一直在那边换来换去，就是。我的理想是每双鞋子里面都放一个，但我就现在就是没办法买那么多。我现在在想是不是这个，因为我已经找很久了，应该最像的。好嘞，在哪里？爱心，不会用哎、欸，看起来就不像，看起来不太像，看起来像这个吗？看起来不太像，像吗？他刚刚上面有这个吗？这记得，很贵，不贵啊。他是写30块，但我真的不记得我买的是哪一个，是吗？是这个吗？他觉得看起来像吗？是不是看起来蛮像？这有暗战，这是我后来在。网络上找啊，在信找，因为我记得我在信买的，但是可能是另外一个账号，所以他没有在那个就是历史，就是我购物的那个记录里面，所以我找不到，所以我只能在里面大概找一下是哪个。我觉得看起来好像蛮像，只是这个看起来很不像、欸，这个很宽、欸。密码怎么卖给我？不知道、欸，用原本账号登录最保险，但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的那个账号不是这个账号啊？啊，是不是这个？是吗？是吗？为什么？你之前买鞋送，我真的记得我是在信买的，因为我记得好像蛮便宜的，我就买。真的吗？到底是讲什么？我在哪一次？我真的不记得。我刚刚干嘛放回去？不是，它真的很薄啊，但它前面完全没有。我妈长得一样吗？她看起来好像蛮像的，看起来好像蛮像，是不是一样啊？感觉跟那个黑的蛮像，是不是蛮像的？可是是材质看起来不太一样，这个没有那个毛的感觉，但有没有毛是不是没差？但我是觉得好像有那个绒毛穿起来比较舒服，有袜子的时候穿起来比较舒服。30没有免运。我是不知道幸运的免运是怎么样，看起来，嗯，好像一样又好像不一样，
虾皮，虾皮。它这个怎么看起来很厚啊？我的是真的看起来很薄，买给看看。不知道，但是真的很舒服。网络买东西的缺点就是没有实物，不知道怎么选。对啊，就都看起来很像。还是因为我才蛮久变薄了，应该是不太可能。我记得他真的收到的时候就这么薄，因为他超难放进去鞋子，因为他会这样，然后就会缩起来，然后我就放不进去，然后每次都塞得很辛苦，因为他真的太薄。是吗？只是这个看不出它是什么材质。看一下人家的评论，越看越像。我是觉得好像就蛮像这个的，像吗？像吗？他的图片供参考，因为他材质看起来没有那个毛。我是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真纠结于一定要有那个毛。看起来很像冬天的毛，看起来是没有。按照他的影片，原本的品相被下架也是有可能，因为他如果卖完了，好像就会消失。但这看起来是毛的那一个，如果是这个的话，这个30块的这个。因为他有留言说适合冬天使用，可是他这个看起来怎么很粗很宽啊？有图，真的是就买看看。买一个看看。自己剪，因为它看起来很窄，但它那个看起来很宽。刚才黑色看起来蛮像的，看起来蛮像的。不然先买了，功能差不多，这时候就要纠结要买几个。那先放进购物车，再想想。它有大小可以选吗？没有哎、欸，它好像是一个 size， 然后它就是会像这样，就是可以剪这样子。但我没有剪，但是都放得进我的鞋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脚有这么大吗？我的脚有这么大吗？都放得进去我的鞋子。一模一样，感觉就是让你买来捡。我买一个就好，其他交给下面的人。角度也一模一样，我现在就一直在纠结，因为长这个形状的真的蛮多，只是我一直在怀疑那个舒服的点是不是因为它是有这种毛毛的，比较舒服。先买一打，大不了退货。我真的是不会退货、欸，我没有退过货，所以我怕我办不到。
我还有那种很厚的这种很厚的那种鞋垫，那我就觉得没有很舒服。我最后是在纠结有没有毛，对啊，我就真的是在纠结要不要那个有那种很短的这种毛，需要吗？我真的觉得穿袜子的时候穿这个很舒服，穿这个很舒服啊。会不会是有那个毛，所以穿进去很舒服？没有那种很厚的，但我不记得在哪。我不知道为什么买，我可能觉得好像应该这种有厚度的话，踩到地面的时候那个不会这么痛，然后就好像也没有，就是也没有特别舒服的感觉，就是因为蛮硬的，它其实蛮硬的，所以我觉得我后来觉得不好用，我就拿起来，不好，没有很好用。你看到后下面的啊，密集恐惧症的人不能看。硬才能增高啊！啊，我就没有要增高啊。这么夸张的？通常这种走路会不舒服，所以我就是喜欢这种。它这里有凸起，然后这边是平的。这里是凸起，然后这边就是脚掌的这个肉刚好会在这里，然后脚跟的那个重心会在这里，然后就是那个脚底板的中间那个凸起来的地方会刚好这里可以按到，这样很舒服。减压鞋垫。直接塞进去还是换掉也没事，直接塞进去，因为原本也没有鞋垫的感觉啊。原本不会拿出来，不会拿出来，放得进去的话，因为它很薄啊，真的很薄，所以不太有什么影响，除非塞不进去，另一个塞进去就不用穿鞋了吧？欸，另外一个真的是会很难塞进去，塞不太进去。那么薄，难怪脚痛。但真的不会痛欸，这个真的不会痛。我在日本的时候穿那个有跟的靴，短靴的时候，也是走一整天，两万步。有跟的前提下穿这个鞋垫可以撑很久。为什么要买鞋垫？因为我就是很容易，我连穿球鞋我的脚跟都会很痛，所以我就想说要把这个地方弄软一点比较不会痛，我就买了。主要我就是脚会痛，就是那个中间那个穴道跟脚跟。有跟的这种鞋垫不会滑，不会耶。你说跑掉吗？不太会跑掉，除非你鞋子很大吧，很小很大，然后这个太小，它就可能会在里面揉成一团，但是不太会。弹性减压的，对。珠光
会耶，就是会耶。久站的话就会很臭，所以有的话就会很舒服。真的要买吗？我现在还在找是哪一个啊。防蚊款，透气款，以前买过不是有记录，就是我觉得有啊，然后我就发现是不是不同账号，因为就找不到，因为我就找不到，我翻了很久就是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换过一次账号，那个信。是其他账号，我就不记得我有用过其他账号。看起来蛮像的，但为什么人家的看起来都不是这种？手机账号也换，应该是不是啊？应该是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办过两个账号。多久前买的？我不记得嘞，反正应该是去日本之前，十月去年是的，去年下半年嘛。玩才开始用，应该是哦。用很久，也用蛮久了吧。账号没有跟着转移，真的是不知道。原本那款改版的，夏天它都是看起来就是鞋垫的材质。其实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它是绒毛。然后收到的时候就发现是绒毛，每个看起来都没有这样。谢谢洋洋的啾啾你哦。乱买再试试一次手气，我现在就觉得信这个是看起来最像。
每次买东西都像在开盲盒，在赌啊，赌会不会买到想要的，那很难耶。30块，我就猜是30块这个。这看起来是有毛的，但现在不知道下面写的是什么纹，看起来是蛮像，但是有点微反光，不觉得很像。谢谢微微的香槟，拼人品的时候倒30块。可是我不知道这种东西怎么免运，优惠券。他的订单要超过1000块，少喝一杯饮料。比手摇便宜，那我买几个。再买几个，上次应该是有跟其他东西一起买，所以可能有免运吧，或是之前的那个优惠之类的，或是我之前就是买了其他东西。黑团购。鞋店团购吗？可是我觉得 TP 的成员应该都是要增高鞋店。有人跟我一样是脚会痛的吗？而且会不会其实他没有这么多双？去群里问问，佳姐问问看，就为了凑免运吗？请问30块凑到免运是要凑多久？他也不会打折啊。他如果有卖增高鞋垫的话，就可以。我想看149。再加149，什么意思？优惠？什么意思？我如果按10个，哦，30个，啊，不是10个。300块可以免运呢，我买10个鞋垫会不会太多？超过199可以免运，那不用买到10个。无需，他说不用优惠券，看不懂。每双都要摆，每个鞋子都塞一个，还会升级。而且它还可以宅配到付，请问买鞋垫干嘛要宅配到付？每双都放一个，结果不好穿。结果买来说啊，不是我要的，我买了10个，这样超尴尬。10个，我现在有2个，好像2个，但我就有12个。第
它有点懒得看，但它不是虾皮啊。7月4号，然后7月7号，你是十个要确定买对。放进那个公演的鞋子，但公演的鞋子就是通常会有共穿的人，我不知道跟我穿同一双鞋子的人是谁，因为常常好像会有那个就是他放了鞋垫，然后发现隔天他要穿的时候他的鞋垫不在里面，会不会有人偷鞋垫？他们赚到。发现我的鞋垫蛮好用，被人丢掉了。因为我其实不太知道大家的鞋垫是都放一直放在里面，还是就是会拿出来。鞋垫厂商快来看直播，还是我先买看看，反正300块就免运的话，下次要再买应该也还蛮简单就有免运。10个吗？30块。如果不贵的话，你会想把鞋垫放到每双鞋里？鞋垫不见的时候就可以一脸笑容从包包拿，请问是什么？超多鞋垫，不管了，就先这样。我下单嘞，10个，我之后就会收到10个鞋垫。不好穿可以给别人练我的鞋子，对，练我的鞋子里面应该也是这个，应该吧？结果是另外一个鞋垫的，应该是这一双，是啊，是同一个，还要确认是同一个，嗯。带着鞋垫到处跑，可能会有吗？多容易忘记事情，我就怕刚好不是，我穿了很久，结果发现都不是那个鞋垫的。谢谢十一的告白气球。你是十个，毕竟鞋子更喜欢鞋垫的概念，因为鞋子就是它的鞋垫通常不会做凸起来的，就算它再怎么有气垫，我都还是会觉得它很痛，就是要有那个凸起来，我才会觉得它很有按到。合理买鞋，我应该很喜欢健康步道。我妈上次就是说什么怎样，然后要按脚的穴道还是哪里，然后她就说要按那个什么中指的下面还是哪里的穴道，她说要多按这里还是怎样，然后她就是在按我的脚。他是说你没有感觉吗？我说没有感觉啊。他说是不是我没有按到你没有感觉吗？我说应该是有，只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然后他说那你还很健康。我说对啊，我很健康啊，你不要一直觉得我不健康。然后我就帮他按，然后他就说很痛。他说你手怎么可以这么有力？我就说很有力吗？我就说因为我平常都这样按自己啊。我就说要这个力道我才会觉得有感觉，然后他就说
你怎么有办法就是手这么有力？然后他说你断掌，你断掌，对，我断掌。我说断掌又怎么了？断掌又怎么了？我就帮他这样按啊，因为他就只会用大拇指，然后他的指甲就一直戳到我的脚，我就说你的指甲比较痛，我就说你没有按到我的穴道，我只是觉得你的指甲很痛。对，我就帮他按，然后他就说很痛。他说你有当那个按摩的天分，去按脚底按摩的天分。跟妈妈说断掌也是你生的。我都有按到他那个点，就是用这里，用这里，然后按他那个穴道，他就很痛。因为这边，我这边其实蛮有力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地方，然后他就说很痛。因为有时候平常就是每个地方都是用。大拇指在按，可是用这边，然后就是什么地方都是这样推啊，都是这样子。就是要按到酸酸痛痛的才有按到，所以可能我已经习惯了那个有按到肌肉跟骨头的那种感觉。强力的大拇指，强力的大拇指，有用手掌按过吗？没有哎、欸。我觉得大拇指是最有力的，这个地方是最有力的。哼。要买一个工具，因为工具跟用手按的还是差很多啊，虽然就是吹很酸的。自己按自己用同一个力量，就是我会往死里按，往死里按，反正就是我自己能接受，我能忍到什么程度，我就用那个边缘去按，但是尽量就是不要按到淤青的。以前会，以前就是没在手软，以前没在手软，然后就按那个小腿肌，然后按到后面就会。淤青，然后我就想说我是按了多大力，我都是抱持着那个要把肌肉捏碎的心情去按的，是这样，我要把它消灭的那种感觉去把它按掉，然后就有时候过头了就会淤青，我是。就会有种要把肉捏下来的感觉，可能我很就是很擅长忍耐，我就会觉得这样效率比较快，然后就会变得就是说手很越来越有力，我每次按完之后我就要这样，就是稍微让它放松。因为怕他会就是中球，因为是自己按的，所以就是痛的话也是自己按的，所以就没差。但如果是给别人按的，如果别人按得很痛，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因为是自己按的，所以就没有那种就是说我就是要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力道。但如果别人按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太大力了，痛。但自己按就没有关系。很喜欢这样，对我来说就是按摩，因为有时候就真的很酸啊，不这么大力的话就是没有效果。我认为
按越大力会越有那个消掉那个肌肉疲劳感，越大力之后那个结束后的时候那个血液循环你会感受到很舒服。每天放松很跳，就看我，假如说我今天站很久或是今天那里用很多然后觉得很酸的话，就会一直去按它，是按的，因为不是说就是越操的时候那个地方会越酸痛，所以我都觉得那个酸痛是为了要消解它，所以我就会觉得有酸痛的时候其实蛮舒服，就跟按这里一样，这里好像很痛，然后每次都会这样。然后还是按，还是会按，就这样，但还是会按的。那因为手指很酸了，就休息一下，然后换另外一只手。你按的很酸，是因为一直微笑。不是欸，就不是说那个咀嚼肌吗？就是按这里，你就拿食指，然后抵在那个耳朵这个前面的，然后就这样，刮，你就可以感受到这里有一块肌肉很酸的，好的。买筋膜枪，因为我就觉得筋膜枪。它只是震进去，它没有压的感觉。好，算了，就这样。你就会试一这个点，这个，就会觉得很痛。肌肉会害脸变大，我那个很吃手力，可能要压得很大力。对啊，我是有啊，但我就觉得就是这只是放在上面，也是啊，就懒的时候可以用筋膜枪，但是真的用手可以按得比较细，不然的话那个筋膜枪不是有很多头，还要在那边换头，就觉得很麻烦。就是这样，直接用手最快，就是想到的时候就你想到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下，可以接着揪揪你哦。用手很酸欸，但是很酸的话就代表我也有在运动啊，就是我用全身的力气在按它，然后顺便可以运动。然后就是这样，手也有肌肉，他连自己的手也要按。对啊，嗯，欸，你这样用完之后这里就会很酸嘛，然后之后再按这边就会觉得我刚刚有用到，所以很像在健身。但这样不就还是会酸？没有啊，就是最后再按手啊，手最后这样子，全身按摩的循环。
好吧。另外一个地方又酸。如果你是说手的话，我手不太会觉得酸，但手背会觉得酸。这边不会酸啊，这边不会酸哎、欸。因为手再怎么样，它就不会长什么肌肉啊，所以就不会觉得很酸。但手背会长肌肉、啊。现在的合谷穴是哪里？但手本来就没有力的人，就确实可能会觉得按到自己手没有力。但我真的觉得我手是蛮有力的。大拇指跟食指中间那个按下去，这个吗？这个吗？这个我觉得也是看人欸，会痛的人就是会痛啊。这个地方是不是？我记得是干嘛的时候要按这里，但我就觉得痛归痛，痛归痛，如果有效的话，我就可以忍这样。按哪里都痛的人是不是惨？可能是哦。那个超痛，痛爽痛爽。自己按的话，自己可以就是稍微感受一下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痛的地方。但是你按别人就是往死里按就对了，就是你不管别人死活，但是按自己的话就可以自己斟酌一下，就是说啊现在很痛。大概就这个地方维持在这个很痛的地方，但是如果是别人的话，你不知道他现在痛不痛啊，所以你就直接按进去就对。但是自按自己的话就会知道，哦，现在有痛，那我现在就停在这个地方，不用再加强。那按别人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他现在痛不痛啊，所以我可能觉得我只按了就是一点点，我只按了三成的力，然后他就觉得很痛。就是，但我自己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可以按到六，然后还可以忍。然后顶多到七，就不会想再压下去。啊，如果有人觉得三就痛的话，那他就是蛮痛的。就三可能是这样，然后六可能是这样，然后再下去的话，应该就到十，但应该不可能到十，就可能到六差不多。啊，如果三的话，三就很痛的话，真的是应该身体很差。三的话还可以忍吧，就是有点微微酸酸痛这样，微微酸痛，然后再往下的话就会开始可能有点狰狞，这要怎么试？你就把你的手张开，然后把你的大拇指的这个地方压在最里面的那个，这样，然后再过去一点，然后你先按外面，然后往里面推。然后用下面这个地方压，就这里压，然后就会感受到那里有一条筋很痛，这样。整体调节强度，我按别人的时候，我不会一口气直接这样，因为这样很痛啊，所以我都会先慢慢的。然后他如果觉得不痛的话，我才会变大力。因为有时候其实我按别人的脚，也是我就只是稍微，但人家就会觉得很痛。就说没有感觉的时候，那就然后就可以这样下去。讨论握手会的请求。是可以啊，可以啊，应该是。但男生的手如果比较硬的话，可能是按不太到，就反而比较辛苦。但女生的手如果很薄的手，就真的是很好按，可以按到底的感觉，可以按到底的感觉。但是以后的话，就感觉是按不太到。
不要捏你，谢谢。这样的话就算饱吧。可以进去给我按。可以啊，我可以，我可以按你，但你不能按我。看到里面握手的人怎么一脸狰狞？就有时候还是怕太大力，因为有那种说，嗯，你可以握大力一点吗？我就会比平常大力一点，但我不会敢全部按下去，因为我就怕如果真的太大力，很尴尬。通常都会收一点，收一点，收一点。单手给我，可以跟我比握力吗？不行，跟我比啊，因为你如果就是害我受伤的话，你就会变成罪人。去试试看哪个成员最不受理。苏静，对啊，你们如果赢的话，你们就完蛋了。多加加。直接网上会用隔板攻击他。断裂终止，因为零一按输了。就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弱，然后粉丝一压我就说，啊，不能握手了，休息，我休息休息，后面不握了，后面不握了。他刚偷捏我一下，我手很痛，他真的手很痛。没有办法再握下去，他刚刚真的很大力的捏我。他刚刚真的很大力的捏我。这样之后还要，最好是他的券很多，那我就可以直接拉掉。就是他，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不握了，不握这个人，把人家变成罪人，话剧社演技，工作人员会相信我的。不握也是我的手，好像，周姐，我的手已经长这个样子，他把我捏到变形，我现在折不回来。我家折不回来，你现在看我的手已经回不来了，很痛很痛，很痛。他现在长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握手，没有办法握，他掰不回来了。我只能用左手握，只能用左手握。然后我。不管说手的角度都在往外，我手上，那握一握，然后再断掉，断掉，回不来，回不来，救护车。捶我这样，然后就这样，不小心就是歪掉了。
沉到手里，沉尾巴，然后再。回不去，回不去。自己会吓死。太逼真了，今天可能会尖叫。只能换下一个。彩色面子好用吗？彩色面子，我放在公司。我本来想说是舒姐，结果打开发现不是舒姐。确实很多人说我握得很大力，我真的没有意思，我真的就是觉得握手就是这个力度，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握手应该就是这个力度啊。反而你觉得不要出力的话，我会觉得很奇怪，我会觉得很奇怪。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我会是会滑掉，会滑掉，我会忘记要握手，你知道吗？就是我会忘记要握手。如果你说不用出力的话，我会却会觉得我好像会手会不见，就是。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这样，然后不出力，我会觉得我的手不在那里，我就会这样。谢谢金鱼都支持你哦。每个人不一样的力道嘛，那可能你没有去握过那种没有出力的人，所以你就会觉得我这个就是正常的力道。我觉得是他们有对比，他们有对比其他人。的握法跟我的握法才会觉得我的握法很大力，但如果你只有握我，你当然会觉得啊，好像也蛮正常。才不会有拉扯，大部分的人都没出力吧？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这样吧？这样子，就是放着，撞着然后给你握这样。但因为我就是抓着啊，我想说。总不可能就是放掉放掉让你有机可乘，这样就是抓好，我就是能抓好我就会抓好啊，如果抓不到的话我就会很懊恼，我就想说为什么我没有抓到，但是我就会觉得我要抓好啊。所以我不是说我握手会都一直在就是就很像在玩那个就是我一定要抓到他手的游戏，就是因为有的人他就是真的是不会让你抓到，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烦，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抓到。因为我不想要我的手在里面，因为我在里面我就代表我握不到你的手，然后我就只是在握我的手，那我就会没有握手的感觉，所以我就会很想要我的手在外面，但有时候你知道我的手就是会在里面，然后我就会就是很厌世，我就会想说为什么我的手在里面。所以我每次都这样，我就在那个框框里面，然后这样卡在这里，然后等他手进来我再抓起来。但有时候就是我都已经开这么开了，还是会有人这样进来，然后我就会然后我就有一次我就已经知道他会从外面来哦，然后我就这样，然后他就这样，然后我就这样，然后就这样，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他在跟我就是逃，是不是？他没有要让我在里面，然后我就一直这样，我真的很在意这个。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了，我就是在跟你说这样子，然后他说，哦，是在说我，哦，然后我还甚至跟他说，我刚刚前面就有一次。我试图要把手放到外面，然后他就说，我没有意识到，欸，但那个真的是很长，我大概有三秒都在这样，然后不握的状态。我有三秒不握哦，因为我就想说我的手要在外面，然后我那三秒就是一直这样在来回。
然后他说他没有发现有这种事，有这种事。然后我以为他应该有搞懂，结果他下次来还是一样，觉得心好累，觉得心好累。最好没发现。我想说他是多，就是多执着于他的手要在外面，就是因为我真的是用尽我的所有的这个办法。我想说，那我手就先不出去。我想说，我的手就先不出去，然后出去了，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抓住，所以他就收起来了，然后就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为什么？就真的是要比力气，我觉得就是。所以我的握人才这么大力，我可能就是怕他溜掉，我怕他溜掉，手溜掉。对，所以我都抓很紧，可能就是怕人家溜掉，我怕他这样搓起来，然后这样换手，所以我就这样。有人跟你提出要求说我们讲话就好，不要握手。有啊，有，还是会有。就没有人跟我单手握。有还是有，他就这样，然后就这样聊天这样子，也是有。你也要跟着放开手等抓他，但我放不开，就是因为我放不开，所以我才会在里面呢、啊。我就是出不来，所以我才会在里面。还是你说我要很明显的这样？我要收手，让我收手这样。我就是摆明了我要收手这样子。逃离零一的手的游戏，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时间到喽，时间到喽，推他推他，都不要我。不然就开始挨很痛，自己是单手在。上手，若即若离的感觉，真的是这样。那种有戒指的好痛，那我下次要戴那个会尖尖的。嗯，会尖尖的那种。去握手。你讲话就好。嗯，有没有体验过什么叫做最有力度的握手？以为规定是单手，就是这样啊，一二三四这样。有戒指手感有差。以前都少握一半，就是要么你们两只手都在里面，要么就一手一内一外，但不能分开，但不能这样分开，就是只有这个握法跟这个握法。不能抽一手出来防御。很难啊，就是
很难这样一只在里面，一只在外面，就很难。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直接两只在外面，因为很难一只在里面，一只在外面了。因为通常要一只手在里面，一只手在外面。通常除非他也就是习惯这样子，不然的话你就会变成说要这样找说，哎、欸，不是这样吗？手不是这样。谢谢小林的带你去流浪。一只伸一只手，不在吗？先这样。最后一次握手教学，我已经放弃了，我已经放弃了。基本上那种刚来的那种，或是一张卷的人握手，我就觉得太好，但是。常来的人还给我一直这样握，真的是我每次都在想要怎么对付他。那种就是真的是第一次来，然后不知道怎么握，那就我就觉得没差没差。但是那种来很多次，还是就是我都跟他讲了，他还是这样子握的时候，我就是每次都在想，教怎么成功这样。人家就很坚持，假装受伤让他成为罪人，直接说下次初心，所以有没有在反省，有没有要改，是要不要改，叠对叠，现在都干瞪眼，手都不要伸出来。辣椒水要抹手背，然后我的手也会很辣哎、欸。这样我比较吃亏、欸，因为手背比较幼。谁先伸出来谁就输。喷辣椒水，还改不过来吗？我就希望七单的时候会改过来。毕竟六单是我第一次直接讲，因为我五单的时候是直接直播讲，那他不知道在讲他，所以我六单直接跟他讲，那现在就看七单会不会改。现在还在吗？现在不在，应该没有在留言。有没有看直播？我是不知道。应该是在哦。他没发现，我上次都讲了，还没有发现，就是没有，压根没有要听我讲话。有没有第一步就说吗？我就是在找。时机要企图要成功啊，然后有成功过，就我就觉得哦，成功了一次，就下次又没有成功的时候，就开始在打那个拳击，然后再下一次我就直接跟他讲，俊全的告白气球，他也在试。
打心理战。在我心里留一个记忆点，就是看大家在不在乎，在我心里的那个记忆点是不好的记忆点。不然的话，如果这样也开心的话，也是我没啥。没意识到这是不好的。那也是很厉害，我都在直播讲成这样啊。不好的记忆点，不受控，不受控。用侧脸，什么侧脸？手放好，每次握手会就是在想战略，备战。传授这是开球的三位开球技巧吗？没有，完全没有。但不是就是开球前都会有那个可以练习，那个时候应该会有人教他们。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开球前有人教啊，他说就是丢，就丢啊。试丢，就是在别的地方试丢，但真的站上去的时候，那个可能感觉又不一样。因为我们那时候试丢的时候，他就说正式的话会再远一点，我说会再远一点的。有人昨天被自己的球棒打到淤青。到头才有新闻。站位是这样，还没有哎，可能那天才会知道。正式站上去的时候会紧张吗？会耶。为什么有球棒？是那个吗？打击是吗？完美的抛物线。李佳丽去打击场练习，弄了一个淤青，所以她不是丢球，她是推球。也会看，还是会看，是不是？就很无聊，跑去打击。李佳丽看起来就是一个很雷的人，他看起来就不像会运动的人。去丢球，球没有落地很厉害。他可是会打篮球的人，除了跳舞什么都不会。他跳舞也会抢牌啊。我们都说李佳丽很常会就是进到一个特别的那个空间里面去，我们就说他会一个人比我们快了半拍。他会进到一个空间里面，你知道吗？然后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他自己加速，然后加速到一个时候，他就发现他快了之后，他就会回到那个原本的那个节奏上。
他很常会突然，然后加快，然后到后面发现快太多的时候，他就回来。那边的时间比较快，他的时间比较快。我们都说是不是因为他唱歌太大声，所以他听不到音乐，所以他就会越唱越快，然后越来越快，然后快到发现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在那个归零，时空旅人。找出，他就是很擅长找出。挑时间走的，尤其是他如果一个人站在最前面的时候，因为他看不到旁边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加速，你知道吗？老师也会说李佳丽会越跳越快，比较灵活的潘之颖。我觉得他自己应该也知道他有抢牌，但他真的是可能听不太到那个音乐，因为他唱歌声音很大，所以他就会有点盖过那个音乐，然后就会他的那个会越来越快。可以跟他说你家里唱的，然后我们都跟他说你唱歌不要唱那么大声，就不会被自己的歌带走。因为比如说像上次去富邦那个球场，那个没有耳机，所以会场的回音超大。如果你麦克风的声音放很大的话，那就会听到麦克风的声音跟那个音乐的声音是不同步的，就是声音会比较慢，但是音乐是快一点的。所以他如果仔细听他唱歌的那个回来的声音的话，那他就会慢，所以就会抓不到。所以就是后来就把那个全体的麦克风调小，不然的话那个会场的音乐真的是听不到，就会不知道现在在哪，因为就会有种我们现在在放慢跳。因为那个回音真的是太慢了，所以大家就说要仔细听那个背景音乐，那个麦克风出去的声音会晚一点，所以就是要听那个背景音乐，所以就很容易会迷失自我。所以那个拍子那一天的话，就是大家应该很努力在试图要跟前面的人就是维持在同个动作上面。所以后面的人可以看到前面的人有没有抢拍，然后或是前面的人可能跳在正常的那个速度的话，后面的人就跟前面的人跳。没耳麦或内场就是这样，所以有谁抢麦，看就知道。那天梦之是不是就是历史战棋？是，我记得是不是副歌还是什么？我记得就蛮明显的。我说李佳丽进入快转时间了，两倍速时间。他一个人站在 center， 然后两倍速时间，我就觉得很好笑。他的时间独自暴走，手举起来那个动作会快一点。所有东西都会比人家快一点，然后就会有一种我们有点神奇的建成的感觉。他在前面两倍，那你们还是会原倍吗？会。
我们还是会原配啊，因为音乐就是那个速度啊，加快的话反而不会跳，你知道吗？会不会跳舞，你知道吗？没办法说要快就快的。波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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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可说是特别设计。跟别人是不是不一样？听到什么？就是听到麦克风跟会场的声音有落差，就是舞台一大就很容易大家跳的那个时间不一样。有耳机的话就会听得到音乐现在在哪，但没有耳机的话，他就只能听会场现在唱到哪。他那个会场就是那个声音就会比耳机再慢一点，所以你就会发现没有耳机的人会跳得比较慢。阳光剧场就是只有选拔还是什么有耳机，其他的非选拔没有，所以你就会发现非选拔可能就趁看得到前面的人的时候，他就对那个时间，不然他就会开始慢慢来。那就是会没有耳机的话，你就是会听到外面的声音，所以有耳机的话就要戴耳机，不然你没戴你就会跟别人在不一样的世界，你就会想说为什么人家跳那么快，懂吗？然后你会不知道跳到哪，因为你会觉得哪一个是对的，你不知道谁是对的。那个之前乐天也是球场，也是那个回音超大，所以就是真的要很专注听音乐，而不是麦克风回来的声音。小的表演场地就不太会啊，因为他的喇叭通常就会在前面，他就会直接回来，那个喇叭会直接回来，所以你就比较同步。啊，如果场地大的话，喇叭在很远的地方，你这样传回来就会很远，然后你的声音就会变得好像很晚才出来。音乐是从哪边听？没有耳机的话，就是直接他往外放的音乐，我们直接听那个外面的音乐啊。谢谢冠伟的戳戳你。差了0.3秒就混了。对，就是其实差一点点就会差很多，就会看起来很乱。所以若是看场地，有时候就会看起来不整齐，就是基本上就是因为有人快有人慢，就会看起来很不整齐。但那个就没有办法，那没有耳机就没有办法。有的人他就体感觉得比较快，有的人他体感他就觉得比较慢，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节奏不太一样。耳机是怎么分配？耳机有通常就是看外面有没有附啊。那假如说很多那种都是说没有16台监听耳机的话，那就是没有16台啊。有什么活动会大家都有耳机？就看那个舞台设备的那边的人有没有这么多设备。因为台湾没有什么真的有这么多这种麦克风设备，因为通常歌手就是一个人嘛，或是可能三个人，就是
最多六个人就已经算很多了，所以真的是很少会有那种有12个监听耳机或者16个。文总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监听耳机，真的是全部摆出来，真的是超多，所以还是要看有没有准备，有自己带应该比较好。但那个通常是人家要对那个频道，所以那个机器是厂商的，我们只会带耳机，背耳机去。接收器，对呀、啊。所以就是，对，而且有时候他说不定没有，他就只有麦克风的那个什么，比如说 Rumor 这种耳麦，就是他只有麦，他没有耳机，他就是只有连耳麦的那个机器，他就没有那个耳机，因为耳机跟麦真会有两台，有时候就会只有一台啊，那就是只有收那个麦克风。今天发现带了耳机，结果没有那个机器。因为它不是附在一起的啊，它耳机，它耳麦就是麦，没有耳机。就是分开的东西。竖起耳朵 ，yes。所以我们没有很常有耳机啊，我们没有很常用耳机啊，因为基本上都蛮少会附耳机，就是直接手麦拿了就算了，就不会带那个耳机，除非这个场地真的很大，然后人家有提供的话就会带。啊，没有的话就没有，就直接上去。大港有耳机吗？大港有耳机，大港有耳机。但有时候夏天，我真的觉得夏天很不适合戴耳机，因为我的耳朵不是，我的耳朵是湿的，然后夏天就会很滑，它就会戴不进去，它就会跑掉，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困扰，就戴不住。贴一堆胶带的人，贴一堆胶带。就毕竟，因为那种也不是就是定制的耳机，监听耳机，所以它就是本来就跟你的耳型就没有这么合，所以就很容易会掉出来。除非去做一个就是耳膜。但一样喷种，因为胶带的话，你贴着，但是你流汗，它就会不粘了，啊，它就会掉啊，所以就是，除非它就是很防水，不然你贴着，然后你里面冒汗的话，它就会很容易掉下来。考虑用运动贴布，应该是没有吧。不会粘到头发，不太会，因为通常都是大家都是粘在这里，耳麦的话，粘在下面。太阳穴是人家那个比较高级啊，我们可能没有那个资金添购这么高级的耳麦。
贴水钻之类的？没有啊，因为它完全没有地方可以贴，那贴了感觉更难戴。就是我还是觉得它很难戴，我就不喜欢那种头。都可以勾在耳朵，是勾在耳朵上，但这个地方它会弹起来，就是它没有办法在里面。那它没有塞进去的话，它跑出来在外面就等于跟没带一样，所以我就还是会塞进去。但是因为夏天流汗，这里就很难塞住。它跟20000定制，画不下去，不想画，不想画。不到两手就可以粘出来，买来就是可以通用。那种通常都是看运气啊，看合不合。它是可以换那个头的大小，但还是很难，因为动一动就跑掉。超克制吧，对啊，就是那种耳膜不是吗？它会灌一个东西进去，然后就是真的是贴合自己耳朵的。那看起来很好玩。可以做一边就好了，因为我都只戴一边。嗯，只有自己戴得进去。可以这样吗？有啊，正常，比较专业的都会直接定做一个。会有人在里面聊天吗？看状况会有。他就只给我一边。全材质。你看讲话的声音，剩30秒吃的，场上的设备对不上，那也是无用武之地。不太会啊，因为耳机基本上都是通用的。那个都是那个耳机啊。
耳机就是线啊，一体成型啊，没有哎、欸，那就直接用厂商的啦，就是插耳机线，对，就是插耳机线，就是这样。是这个，然后会插在那个机器上，然后声音都是在那个机器上跳，或是人家那个后面的那个音控跳，不是我们在搞。然后那个机器就是工作人员那边弄，我们只要说可以调大声一点或是干嘛就好。接头的地方掉，上次应该是看那个他的那个主机，他的主机我记得好像干嘛？没有那个挂插在衣服上面的那个挂钩，所以它就等于它是悬空的，然后我们的制服又没有可以放那个东西，所以就只能硬把它缠在那个用胶带缠在衣服上，所以那个才会有掉的问题，不然其他的话它基本上它都会有一个那个很大的夹子，然后就可以这样。卡在里面的，然后他就至少可以卡在里面。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夹子，他只能就是这样黏住，所以那个就很难，那个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是看设备，有时候就是会拿到比较不好用。对，所以就是没有夹子的就会很危险。就跳一跳就发现门不见了，怎么用一定要对，或是人家的衣服就有口袋啊，那就直接塞口袋就好，但是因为我们的衣服没有什么口袋，做真口袋，本来好像就有想要做，但是谢谢吉米做的猪猪你哦。但就可能没有被采用，就没有做。有些衣服是加口袋式。Roma 好像后来有金一姐自己做，就后来就也没有用上。增加成本，对。就是像 AKB 他们 Osale 都会有一个就是放麦的口袋。就是大概是那个意思。对呀，对呀，这个口袋。就是他们会做一个口袋在那里，
唱接手起是。其实又没有什么感觉都有。就是会很常看到他们衣服上有一些很神奇的设计，这样。比如说法箍就会有那个这个纱，可以插那个发夹，固定的。其实他都会缝一些，就是发夹可以卡进去，这东西，然后就让它不会掉的。戴两个发夹发箍，对，还有那种如果有帽子的话，应该都会有那个东西。这真的是要有做过才知道，它里面有这种东西。因为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些发夹到底是都是用那种夹子或是那种压的那种，然后就发现人家其实都是直接缝那个纱，然后直接用小黑夹直接插上去就弄好了。然后我们就会一直说，为什么这个发夹就是这样一直这样翻来翻去，就是没有办法立起来，就是因为人家都用发夹直接夹。戴上去就不会拿起来了。六点了。那种传承，我们还是有努力在跟那个妆发老师说，跟那个做衣服的阿姨说，就是有些地方要改什么，要这样子这样。谢伟的人气票，还好啦，两个小时。就这样了，然后嘞，7月1号见。辛苦啦！我要念排名了，各位，棒球场见。球场，大家要听话。大家球场要听话。嗨嗨，今天的第10名是杰根文森，谢谢杰根文森。第9名是冠伟，谢谢冠伟。第8名是俊泉，谢谢俊泉。第7名是伟伟，谢谢伟伟。第6名是法兰森，谢谢法兰森。第5名是艾迪，谢谢艾迪。
第四名是羊羊，谢羊羊。第三名是小林，谢小林。第二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一名是十一，谢谢十一。搞错了，对。辛苦了，谢谢大家。好吧，秋场加油，秋场加油，大家该听话了，大家想要犯啥就要听话，人家喊什么就是跟着喊什么就对了，不要再给我那边想歪脑筋哦，不然我就会一脸脸看起来很臭，到时候大家又要说我没有表情，我看起来心情不好，这是你们的错。拜拜，我下次就说不去球场。拜拜。Bye.